今天刚上线，原本和绿头分的戏约好一块打游戏，就看到奶酪给我发消息，问我现在忙不忙。当我回他不忙的时候，他直接窜到了我的身边。哦，老乡好，几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活捉啊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现在态度怎么对我这么冷淡了？人家不就是想找你玩游戏了吗？哦，就这事儿啊？可惜我已经和人……哦，我懂了。你心里已经没有我这个老搭子了。不是啊，因为我别说了，你要是心里有我，就已经拉我进入组队，愉快的开始游戏了。行吧，那我拉你。好啊好啊，今天我们俩一定能甜蜜。你好你好你好，新牌啊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正好最近蛋仔刚上线了热血足球，就让我们蛋仔 F4 来看看怎么个猜。这个足球的模式还是十分好玩的，这里队友选择了猛虎、幽灵、倒钩，就剩下后卫没有了，那我们的守门员就交给我来吧。接下来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配合。起飞，我这边 我打断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来的，我来当后卫。来来，谁能接我球？我在，我可以接，我接我球。奶酪，没事，我接了我接了。好，往那边走，奶酪往那边走。哎，坏了，过不了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有我当后卫，我来当后卫吧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在。奶酪接球，奶酪可以接、okay、可以接，我这边也可以接。奶酪接球，哎，奶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不是你们这道具道具没事，你是中场去吃。别接别接，没事，我这可以。坏了坏了，可以接可以接，奶酪没事没事 ，OK， 我这也可以接。传球 ，OK， nice， 怎么说这把素材来了，帅，进了，牛逼 ，nice nice nice， 素材来了。啊，真的，兄弟们，当这个后卫感觉跟当爸爸一样，咱得时刻时刻组织大家。后续的比赛还剩一分钟的时候，比分来到了4-2。原本以为随便就可以获胜，但对面的配合确实是太好了，在短短40秒内连进3球，比分来到了4-6。难道到此为止了吗？不，还有机会！大，我有大，有大有大，给你，快！火焰射门有吗？被断了。我有大，我有大，我有大，球给我就 OK， 球只要给我一次。帅不帅，家人们？但可惜的是，最后没有大招，还是没有抵挡住那一发猛虎射门。这个不好挡呀，这个不好挡啊，这个挡不了啊，火焰射门。